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左左。以前在过去资讯不发达的时候，常常对布拉蚁有一种误解，以为它就是200多种鱼的幼体。其实不是哦，在过去，当然在以前渔业技术不发达的时候会有混捕的问题，但现在科技进步很多了，所以布拉蚁的混捕几率是很低的。那布拉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其实是四种鱼的集合体，主要是蹄科跟虎科鱼类这两种鱼的集合体哦。那它本身就只能长3到5公分这么大哦，这已经是成鱼了。好吃的布拉蚁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左左呢，今天实际带各位来大溪渔港，实际看看布拉蚁怎么捕捞、怎么上岸、怎么到加工厂快速的加工成为好吃的布拉蚁哦。